瓜乐，乐乐瓜，乐乐爱瓜，瓜瓜乐。欢迎收看今天的乐瓜日常，我是乐乐。来吧，来，今天给大家刮一本这个票来，这是一个刚出的一个新票，大熊猫啊，也是我们的国宝级的动物啊。那么这个票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票规则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说，刮出这个国宝的字样可以中的奖金，刮出大拇指是中5倍。另外这边有一个幸运区玩法，幸运区玩法就是说是出现奖金可以中的奖金啊。那么这个票，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票呢？那么这个票它就是啊，中国范和国宝的啊结合版啊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票。来，我们挑战一本啊，票号来看一下，这一本是155671啊，这边是000啊029，一共是30张啊，600余包的票。这个票的规则的话都比较简单啊，我们也是速战速决。第一本啊，我们直接开稿，看一下这个新票的奖金。哎呦，这个面板。这个面板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，各种图符啊，这是一个30啊，中30元了，下一个，这是有一个20啊，累计中50啊。刚才忘了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奖金啊，看这个票的奖金，奖金是有10个奖金啊，20、30、50、100、400、600、300，3000、10000、100万。这个奖金好像是和那个中国发的奖金差不多啊。来，我们继续下一张啊。这有一个20，累计70块。这是有一个20，这有一个30，这一共50，这是累计120。哎呦，来吧，大熊猫首秀，来，这是报多少啊？这来一个400的票，来，非常完美啊！来，我们的第一刮啊，大熊猫啊，国宝第一把，第一刮啊，第一发首发挑战成功，来，这是一个20的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啊，10个20，这是200，然后这边有一个50的，有多少啊？50的有一个，这边还有大拇指翻5倍，这是一个3，然后这是150，这是一个200，这是一个400的票，400的奖金，然后刚才是120了啊，那么这累计返奖是一个520块，来，我们首战成功，来继续挑战，看双爆有没有啊？有一个20，520，这是一个540，540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20，这是一个560块。560，这边有一个50，那个是累计610。610，这是一个30啊，这是一个640。640加一个30，670。670块。670，这边还有一个20，这是一个690，后边几张，690加一个20，累计710，还有吗？好，没了啊。来吧，这是大熊猫啊，155671票号，我们首次挑战这个新票啊。首次挑战成功，这是冲刺一个400的额外啊，累计返奖是710块。那么它的这个基本奖的话就是一个310啊，310的基本奖呢就是和中国范的奖差不多啊，国宝的基本奖对比可能是在280到320，那么这是310的奖。好的，我们下期继续挑战公益彩票，乐善人生，我们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